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4页，倒数第三行，课题护法救助。请看经文：当令施法，救助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这是师尊教导我们护法救助最后的一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当知普利之道，守在当令施法，久住不灭。普是普遍，利是利益，这个法门可以说它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啊，真正是包括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可以说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一切有情众生如果遇到，没有一个不得度的，没有一个不快速成佛的。那我们要怎样用这个佛法自利利他，达到普利？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当令施法，久住不灭。那这部经信愿持名的方法，久住不灭了。首先我们自己要信受奉行，
要信愿持名，真做到才行啊。做出榜样出来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法门升起决定的信心。发起求生的大愿，这个护法九住啊，他就做到了。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雇用的长工，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佛光山服务，佛光山的工程永远没中断啊，一直到今天都没中断。所以他有一批工人，其中有一个工人那个时候年轻的也不过是20多岁啊，现在都老了。啊，他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他居住在离佛光山不远，啊，开车大概不超过半个小时。啊，隔壁的一个乡镇，他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亲眼看见的，所以他对于念佛往生的坚定不移。我们有一天晚上，月光很好，在池塘边上赏月，他走进来了，啊，把他亲眼所见往生这桩事情给我们做报告，我们等于上了一堂课，啊，通通受到感动。这个老太太在世为人非常慈悲，啊，真正喜欢断卧修善，没有修复之前他姓沈，啊，只要是庙他都去拜，不分神佛。啊，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儿媳妇。啊，儿媳妇懂得佛法，就劝他婆婆，啊，不要到处庙里去拜，家里面可以设一个佛堂，专供西方三圣，劝他在家里念阿弥陀经，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老太婆善根很厚，哎，听从媳妇的劝告，就不出门了，不到外面去拜，神会呀、法会呀都不参加了，每一天在家里念佛。那3年，往生这一天，他没说。啊，肯定是自己晓得。啊，不肯说的原因，可能说出来呀、家里的人很难过。啊，舍不得他走，会产生障碍。
这个是临终人的智慧出现了，不告诉人。那第二天临走之前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家人，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啊，他说我去洗个澡啊，可是家人很孝顺，还是等他老人家，等了很久没出来，有一点觉得奇怪啊，到他房间看，确确实实他换了衣服，喊他们有什么没有人答应，结果在他家里小佛堂，他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啊，站在了，叫他也不答应，仔细走到面前看了，他已经往生了。哦，这个马上传到邻居啊，邻居学佛的人都来看，这个工人是其中之一，他亲眼看到了，告诉我们，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啊，给我们上了这一课啊，所以三年默默念佛，没有人知道啊，往生这一招度了许许多多念佛众生啊，原来这些念佛人半信半疑，信心不坚牢，还杂修一些东西，通通属于信心不清净，信心不坚固啊，信心真正坚固，真正清净，决定不杂妄想，没有妄念在当中。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我们今天想一想，这个往生的老人，我们跟他比怎么样？不如他。他是三年一心专念，我们没做到啊，我们头脑里面还有很多妄想杂念，不但呢不能把它放下，还要添加，这个也想看看，那个也想看看，用心不专呢，用心不专，在佛门里面修一点善业，三善道的果报不能往生。真正想往生，那就是此地所说的当坚持之，我们才能往生啊。底下一段一开头，常念不绝，不绝就是不能断，我们没做到啊，我们念佛的时间少啊，断的时间多啊，晚上在睡觉常常佛号就没有了，断掉了，不知不觉
想起来赶快接着念。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的佛号生疏，我们的妄想太熟了，成了习惯了。这是许许多多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的真正原因。我们真想往生，必须把这个原因，这叫习气。那个敬老说话了，里面就是教我们要断习气，习气就是指这个。怎样才能断？随时随处能提醒。所以念佛机管用，念佛机开着提醒自己的佛号。我们自己没有念，念佛机在念。立刻把闲杂的念头放下，提起佛号。它的作用没有别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佛号不能中断了，中断就不能往生了。别的事情好，好事很多，没有往生这桩事情重要。好事随缘做，做了就不要放在心上。心上要有佛号，不能有好事，不能有善事。一定要记住，这些好事善事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不善的念头是六道里的三恶道。六道凡夫天天造的是轮回业，我们的轮回业已经成为习惯。坚固的习气，严重的习气，它障碍我们往生，让我们来生呢还是搞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错了啊。顺境善缘，不能有贪爱心，这个心生起来就是造六道轮回业，天天造六道轮回业，自己不知道。逆境恶缘，不起嗔恚，没有报复，要放下，当作没有这一桩事情。它不干扰我们的道心，这就好啊。恶缘、逆境，如果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服，这个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这些念头是跟三恶道相应。那么将来来生后世遇到冤亲债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一世比一世痛苦，那你就全错了啊。佛教我们呢，普
度众生呐、啊！啊，普利之道啊，就要像忍辱仙人对割礼王的心态。没有怨恨，不起我念啊，而且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我们有没有这种心量？有没有这样的慈悲？有没有这么高的觉悟？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读《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要能做如是相啊，我们就真正得到经典的利益了。啊，否则的话，这经白读了。啊，顺境喜欢，逆境就生气。这怎么行呢？啊，这些毛病习气一定要改呀、啊，决定不能有啊！在什么地方改？一切时，一切处，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不外乎这两大类啊，一个是顺你心的。称心如意的，一个是你非常不喜欢的，这个地方就是菩萨修行之处啊，菩萨学处啊，菩萨在哪里修啊？就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就在这里修啊，把那个欢喜的心放下。把怨恨、不善的念头也要放下，永远保持清净心、平等心。觉就是智慧心，清净平等是真心，染污不平是妄心，染污不平是六无道心，啊。制造六道轮回的清净平等，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总要搞清楚啊，总得要搞明白这个世间不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为什么？轮回是生灭法，不是永恒不变的。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啊，寿命很长很长。无量寿啊，可是人怎么样？年年是吧？不老啊，没有生老病死。这个世间有生老病死，有爱别离，有求不得，有怨憎会，有无因之生，这么多的苦楚。不能不觉悟啊！啊，我们遇到佛法了，这才醒悟过来，明白过来了。啊，明白
要不能依教修行，那就错了。没有闻到佛法的，那另当别论了。他没有这个福分呢。闻到佛法，闻到净土，尤其是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大福报啊，稀有难逢啊！你遇到了真正抓紧，真正奉献，往生极乐，这叫报佛恩。啊，没有能往生，做世间善事，来生得三善报的果道，这个三善道的果报啊，这不是报佛恩。啊，这种结果，佛菩萨摇头。啊，所以为令正法救助，啊，一定要当坚持，应当坚持不放啊！依教奉行。啊，诸位想想，做什么功德最殊胜？做什么功德最大？就是宣扬这一部经典，功德无比殊胜啊。学习一切法门，一切经教，比不上专修无量寿经。例子很多，只要你细心去观察，修哪一个法门，3年能成功？只有净土法门。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啊，3年。还不满3年，往生的人太多了。啊，你去查查《净土神仙录》《往生传》，你在里面去看一看，不到3年往生的有多少人？一半以上啊！啊，早年我在台湾讲经，在台北法华寺讲的时间很长。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在法华寺讲的，很早。住在基隆有一位法融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很熟，他常常来听我讲经。
晚上坐巴士回吉隆。他问我一句话，他听我讲经，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看了之后有个疑问，他问我，他说那一些念佛3年就往生的那些人，是不是寿命都到了？我告诉他，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寿命就是3年啊，不可能这么巧。真正3年寿命到了，不能说没有，决定是少数。那多数呢？多数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因为念佛人心念到清净，念到专一，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阿弥陀佛可能现身给他看，也可以给他受记。譬如大家熟知的宋朝迎客法师，念佛念了3天3夜，求往生。真诚。恭敬的，一心求生，没有二念的。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养寿，10年之后你寿命终的时候，说我来接引，这就等于给他受记了。这10年好好的修，决定得生。可是荣科法师听了之后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现在就去，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们相信往生传里面那些往生的人，3年往生里面就有不少虽有寿命不要了。见到佛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留念的？如果是见到极乐世界，更不必说了。慧圆大师3次见到极乐世界，自己日夜做梦都在想极乐世界，居然极乐世界现前了，能不去吗？所以我们不应该疑惑，决定是他还有寿命的自动舍弃，功夫成就就往生了。黄忠昌的往生，我相信也是这个例子，他才30出头。应该是31、32岁念佛3年，还差2个月满3年，也就是2年10个月。
他往生了。啊，我相信他寿命绝对不是30、40岁，绝对不止，不要视线往生给大家看，为大家做正传，三转法轮做正传，啊，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亲眼看到了，亲耳所闻，啊，他。还在深圳，啊，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这个世界不能留你，苦不堪言。一定要看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例外的。佛告诉我们，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是假的，决定不能留恋。留恋，那就苦了。真的要放下，拥有再多等于没有。啊，一旦所有的全毁掉了，心里怎么样？如如不动。与我毫不相关，真放下了，啊，真正能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缘度日，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堕落了，那是六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离开六道了。跟六道没有关系了，没有交涉了。这叫真修行人。啊，这样的心态念佛，那真正的弥陀弟子。啊，所以当坚持之，我们坚持什么？要知道。坚持这部无量寿经，坚持心愿持名，放下万缘，啊，无德为妄，啊，无德为妄就是把虚妄的统统放下了，啊，正见经法。
这一句是教我们传法的时候要注意，把佛法原原本本的传下去，不增不减。那翻译成外国文，佛没有说的不能加，佛说的不能把它减少。这是真正佛弟子。幕后这一句，祖师说的，盖历经一字，便通莫说。一个字都不能改。翻译经典的时候，不能不慎重，非常慎重。汇集的时候，决定不能改动原译本的经文。啊，文字不准改动，一定要用它的原文。啊，不是不能汇集，啊，汇集不可以改动文字。啊，那我们知道，宋朝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有改动，不多几个字，这都被后人批评。魏默生的汇集本也有改动，啊，印光大师有批评，啊，那么这一部汇集，下联句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啊，字字句句，小心翼翼，跟原文对照，不敢轻易改动啊，一个字都不敢改啊！啊，真正佛这个教诲啊，他做到了。无德为妄啊，增见见法。净宗的好处就是它简单扼要，传到最后12000年之后，也不会传错。啊，你看他就这么简单，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佛说只要我们发愿求生，啊，有真心有真愿，临命终时，他就来接引，一点都不假了。欧耶大师说得太好了，能不能往生，决定之在幸运之有，有幸有愿，决定往生。念佛功夫浅深，决定你往生的品位。啊，那么我们天天呢，要把时间腾出来念佛。为什么？提升自己的品位。
这是真真可以带得走的，这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常念修善求生。常不能间断的，念阿弥陀佛这桩事情不可以间断。我们看经文，常念不绝，则得道界，即是快。得道就是成佛。你成佛很快呀，我法如是，作如是说。我法，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这是说经没有错误，如来所行的亦应随行，不但佛说法完全是事实真相，诸佛如来之所行也是经典上所说的。行法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处通通兑现了，他做到了，所以说一因随行啊，众修佛善，众福修善，求生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念老居居士做了详细的注解，注解一开头就把这八句经文重要性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看注解，有经八句，设为实实在在是全经的总结，佛讲经讲的人做了总结了，经中修行的纲要，净土中修行的纲领。纲宗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要特别记住。下面说，世尊，此会所说之长行，于此告终。到这个地方讲完了。故此故知此八句是为净宗之末后句，全经之结束语也。末后句最后一句收尾总结，现在人叫总结，在佛法的这个名词叫幕后句，幕后句在参考资料第三页里头，从佛教大辞典借出来的，药谱圆安禅师之语，幕后一句
十道老观，所断要经不同凡圣，这是禅师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后面有解释。道大悟啊，彻底的基础，就这个意思。幕后啊，到最后大彻大悟，到极处，图至极至于，这就是说出啊至极处的这一句话，叫幕后之语。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所断凡圣，不容通过，所以把它比喻作老馆啊，鼻炎肿电超一坤月啊，这是鼻炎其实禅宗的一本书，到彻悟基础，图之基于，更无逾矩过之，不能超过他了。他这一句话到底了，后面没有了，这叫魔回去。啊，于至极一句是不通凡圣，所以把它比喻作老观。老是监牢，观是观所。为什么？悟到极处的时候，大乘教理佛禅说，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证菩萨果位；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这个最后一句就是起心动念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再一说，你没放下。你动个念头，你也没放下，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后一句了。最后一句是言语道断，心心诛灭，就是不能说不能讲的啊，能说出的，能想得到的，都不是幕后句。幕后句没有思想，没有言说，是最后一句啊，总结前面一切意，啊，无尽灯论上卷，自由向上出生一路，是谓之祖祖不传一种。是故盘山禅师说，向上一路，千生不传。学者弄隐呢，如云坠隐。啊，或又是谓之幕后语啊，这个我们从教上经教上得的信息，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达到登峰造极，顶峰，顶峰是妙觉果位。
比等觉还要高一层。啊，到这个境界，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啊，真正是因于道断，心性出灭了，完全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啊，决定不会起心动念，永远不会起心动念。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你开口错了，你动念头错了，再到这种境界啊，清圣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前这个大界，这个大界叫贤界，圣贤的贤。啊，为什么称为贤界呢？在这一大界里头，佛告诉我们，有一千尊佛出世，这就千身。这一千尊佛出世，没有一尊佛会起心动念，会用言语来宣说的，没有一个。啊，就是说明到这个境界是真正言语道断啊，说不出的真的，能说出是假的，不起心不动念真的是圆满的自信啊，一动念头自信就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可以说可以动念头，向上呢，向上没办法，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没有言说了。下面举福山禅师的话，幕后一句，师道老观，老观就是登峰造极，至难至至啊，不在眼前。那所以最后绝对不是言语。啊，那是什么？个人机缘不一样。啊，这就是说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时候，啊，每个人的机缘不相同。所以，祖师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到这个境界的人，他自然懂得，他会随着祖师的善巧方便，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下面说这八句。理事其章，正足并行，如来密藏何盘托出。
能说的，说不出的，释迦牟尼佛有善巧方便，还是说出来了。这一句就是什么？就是常念不绝。这最后句啊，全经这么多的经文，哪一句最重要？就这一句最重要。啊，只要常念不绝，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了。啊，下面呢？下面是你自己事情。自己事情呢，则得道起，你很快成佛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那么常念注解里头，手指常念本经。如本经往生正因品中，辟头第一句便云：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想起，求生必偿。就是此地常念不绝这一句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意思在此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要依教奉行的。这几句真正做到了，释迦牟尼佛这部经没有白讲，我们真得到了。得到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看到什么？看到那随缘啊，随缘就是受、持、读、诵，是吧？你接受了。持是真干，依教修行，读是对着经本，诵是不需要对经本，能背诵啊。书写供养是流通这部经啊，现在不用书写，用印刷，大量的印刷供养一切众生。啊，现在人供养印的本子要印得好，印得庄严，让大家看到心里生欢喜心啊，绝对不会被他了丢弃啊，很喜欢这个本子，这设计印刷纸张装订要考究啊，要人拿到这个经典产生说爱不释手，首先叫人产生这个概念啊，对这个本子生喜欢欢喜心，然后再大量翻印啊，印成口袋书，口袋可以放的啊，印的精美
昼夜相继，日夜不停的，就像地贤老和尚教各罗家的方法，昼夜相继。啊，这一句佛号念累了休息，没有一丝毫压力，休息好了接着去念。啊，郭罗江做榜样给我们看，三年成就了，啊，站着往生。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没有知识，也没有技能。啊，学了锅炉匠这个手艺，只比讨饭稍微好一点，比乞丐。啊，实际上是差不多。这种生活，他过了40多年，苦不堪言呐。啊，随着看到从小在一起的玩伴地贤老法师，他们从小一个村庄长大的，看到的出家不错啊，有吃有喝的，有穿还有地方居住，都不操心啊，发心出家。啊，什么都不会，人有笨拙。啊，你教都教不会的。啊，所以地贤老法师只教他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会不会念？行，这个会，那一句就行了。啊，实在讲，他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不懂，理也不懂，事也不懂。啊，就这一句佛号念了3年，那他真与这是真。往生前一天，啊，他出家这个3年，没有离开小庙。啊，这一天离开小庙，到城里去看看朋友，那什么，见最后一次面。啊，他也没有告诉他明天往生。没告诉任何一个人。我们只看到这个举动，知道他与之是。啊，这一天看朋友都看过了，晚上回到小庙，告诉老太太。老太太，明天中午不要替我烧饭，就是这么一句话。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以为今天出去看朋友，可能明天有朋友请他吃饭。啊，老太太这么个想法。到第二天中午，老太太到破庙里面去看看，啊，师父在不在？是不是又出去了？啊，到婆庙里面看，没人。喊师父，没人答应。最后看到师父站在房间里面，面朝西方。啊，手上拿着念珠啊，走了，站着走的。乡下人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啊，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啊！乡下还有一些护法，地贤老和尚的在家弟子，他马上通知，大家都来看，赶紧
到城里去给地牢报信。啊，郭鲁阳往生了，走了。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完全是走路。从小庙走到宁波关中寺，啊，这一个来回三天，郭鲁阳站三天。第三天，地仙老和尚来了，替他办后事。地老对他赞叹不绝了：“哎，你真太好了，没有白出家一场啊！啊，天下，那讲天下就讲全国，弘宗严教的。”大法师啊，名山宝刹的方丈都比不上你这个成就是真正的成就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啊，留下这样好的榜样。利益众生，让我们虽然没见到天书啊，他的事情，大光法师在《隐城回忆录》里头记下来了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深受感动啊。我们修净土，跟谁学习啊？跟郭鲁阳学习就行了啊，多么简单，多么容易！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只要我们肯做啊，昼夜相继，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啊，这就是常念不绝的意思。啊，《非师小乘品》里头有一句经文：“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啊，导师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引导我们摆脱一切烦恼，引导我们化解无始以来的习气。引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引导我们圆满成就佛道。这是我的导师啊！这个导师是谁呢？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哪里来？从释迦牟尼佛来。从阿弥陀佛来的啊，这个里头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等于亲口所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
这大事一桩啊，无比殊胜的。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非是小乘品里面，啊，这是这个说法。受菩提记品里头又有，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三藐三菩提。啊，这是什么？菩萨。语言不成熟啊，没有缘分听到，没有缘分遇到啊，所以有这么多菩萨对无上菩提退转。那退转，我们不感觉的奇怪，为什么会退转？阿赖耶里面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没有缘转过来呀、啊！佛只有在这部经上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真听懂了，真搞明白了。真正觉悟了，就能够把烦恼习气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一心转念。这是最后语言，这就圆满成就啊！啊，又说跟此地说的是一个意思。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书写是流通啊，供养是尊重。我们佛弟子与一切众生往来啊，我们的礼物供养什么？供养经宗法门，供养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观无量寿经，这个好啊。这个礼物比什么都贵重啊！啊，净土无尽一轮啊，净宗全书啊，书写就是今天我们印诵受持。当然自己完全接受，没有怀疑啊，念念保持不失去啊，这个保持就是一心转念啊，读诵是对经典，与须臾间，须臾间是很少的时候，很短的时候啊，几分钟为他演说
不是说全部，说几句经文。啊，说哪几句经文最好呢？我看这一段的总结最好。啊，或者把前面这一段包括，当令施法，救助不灭。啊，连到这一边，众修善福，求生净土，就这一段，给人家讲经说法了，就修这一段。时间不是太长啊，真的妙极了。我们把它记住，啊，净宗最重要的开始。就是这的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这一篇殷勤修行，随顺国教，当效于佛，常念四门，当令施法，久住不灭，当见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净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就行了。啊，全部经的总结，啊，为人演说，时间虽然不长。逼人临走，这个说话的人啊，用这个经法，不是全经，就这一段啊，供养别人的人，这个人临走，你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到任何地方，人家请你讲开示，就讲这一段。国宝不可思议，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是什么？大善哉啊，这不是小的灾难啊，这是宇宙之间的啊，一个星系，星系里面一些星球被大火燃烧了啊，是不是真的？真的，我们的太阳就是整个星球被大火燃烧，啊，产生核子的反应，所以温度非常高啊，摄氏几千度。啊，这么大的灾难当中啊，这一个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的人，他都能超过啊，他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他。
世尊，悲心无尽，普摄无余，故平以持念本心为全。这话念老师的啊，释迦佛无尽的慈悲啊，阿弥陀佛慈悲心之广大不可思议，念念都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加持，所以普摄无余啊！只要我们真肯往生，真愿意往生啊，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再耽误，早一天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到这个世界来帮助苦难众生。我们今天帮助是没有离开苦难，我们再来自己离开苦难啊，那是什么身份？化身菩萨来度化众生，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不能不争取的，是我们决定可以争取得到的啊！世间富贵没有那个命你争取不到啊，争取到的无论用什么方法争取到的都是你命中有啊，命中没有争取不到。念佛往生是命中有的，我们命中有的啊，命中怎么有呢？是心是佛，是心是我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真心是佛。我求生极乐世界是是心作佛，所以决定能成就，跟世间的富贵不相干。富贵不可以勉强求啊，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可以求，本分的事情。所以弥陀释迦啊，频频不厌其烦，无量次的劝勉我们要受持无量寿经，要念无量寿经，要念阿弥陀佛，一定要求生净土啊，就是世尊离劝持念本经啊。为什么？这个经中所说的正是一尘缘海六字洪明之无上大法了。那一尘就是作佛啊，代表的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我们要记住啊，要牢牢的记住啊，要受持啊，接受保持不能失掉，分秒都不能失掉，
啊，方法就是六字轰鸣这一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是无上大法。什么大法？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法啊！究竟圆满是一样都不缺呀，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啊！变法界、虚空界、事处世间一切法，统统具足，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只要你常常念这句佛号啊，这个一乘圆满究竟大法，你统统掌握到了，你修成了。行人但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彼得往生，万修万趣，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即是依教奉行，如佛训诲，正为生死发菩提心，身心切愿持佛名号，故知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呢，则在常念此一句名号，不觉者今年相继，锅炉匠就是常年不觉。那四十年前，将军乡这个老太太名字我记不得了，啊，南台湾的同学都知道。三年常年相继，他念佛不中断，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牢牢记住的啊，不能不效法的，这些人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啊。他们在生的时候非常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如我们啊，但是他这一句佛号的成就，我们有再多的长处都比不上他。啊，所以自己有智慧，有能力，不比傲慢。啊，不必觉得值得骄傲，没什么好骄傲的。啊，跟这些人比差远了。跟这些人比什么？比清净心。啊，这些往生的人都得到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不平等，迷而不觉，怎么能比得别人？啊，念老这一句注解注得非常之好。常念不绝，
究竟所指就是常念这一句名号啊。把这一部经说完了，这一句就是经宗的末后句啊，不惧经念相继，行人、修行人、修净土的同学，果能真实发现。这句话重要，真发现了，真求往生了。什么时候？越早越好。不要耽误啊。耽误就错了。一切时，一切处，就这些句。啊，老师念佛呢，唯此一句，念念相继，一句接一句，不中断。这必定啊，入染相人心，甚有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说的，南无阿弥陀佛，是自心的德相，啊，是弥陀化身之相，我们常念就会染这个香气，临命终时，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啊，慈悲加油，令心不乱，啊，我们只要老实念佛，念念相继，念到功夫成片，啊，自自然然成一片，啊，没有起心动念，佛号也不会断。也就是我们常讲养成习惯了，啊，习惯于念佛，啊，没道一心不乱，这个人决定得胜。啊，佛来接引的时候，慈悲加佑啊，首先放光，佛光一照，我们自己的功夫就提升一倍，所以有许多人在往这个助念当中往生的，那是什么？功夫没有到一片，他的语言殊胜，有很多人送他往生。啊，在这个时候，他得到功夫成片。
啊，佛光照耀啊，他能往生。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助念真的是有福报啊。我们临终的时候，有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助念？不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不可靠。啊，一定要自己念到功夫成片。我就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自己功夫成片的时候，佛光一照啊，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品位深了。四一心不乱，往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是往生同居土。啊，所以自己要替自己准备好，有助念的更好。啊，多多修福，助念的人也多，没有福报的人，没人助念。啊，要真的福报，假福报不行。到临终时候还是没有感应。这桩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够大意，啊，要很在乎。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就是四十八愿所说的你全统统得到。啊，真的三种不退呀、啊！你做阿惟越智菩萨，原生四土究竟涅槃。啊，十方世界四土是不同的维持空间，但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同一个空间维持。所以叫原生啊，究竟涅槃。这个几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果德无比的殊胜稀有啊，故佛此时啊，因为这个缘故，释迦弥陀都是慈悲开始，常年不绝，则读得到戒，戒就是迅速、快捷啊，捷径进入。是为持名一法，乃修行之进路。那修行遇到这个法门，成佛最快。啊，不要多生多劫。啊，不必那么样的辛苦，一生圆满成就。老实持名，则得道迅速也。上至下愚，不已也。啊，最容易度的。上至，他一听，他就明白了。啊，决定不动摇。下雨也如是，像锅炉匠这下雨
他听了这一句，他一生就不动摇了。这一句真的念到底了。啊，出家了，有人供养，物质生活不要操心了，你还要忙什么？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能够消化一切众生对他的供养。那为什么他往生成佛了？他有福了，所有供养他的都得福。那如果他不能往生，还搞六道轮回，受的这些供养，将来要还债。古大德说：“今生不了道，皮毛得去还。”你要做畜生，还债呀！啊，在过去畜生，他服劳役，牛要耕田，马要拉车。啊，为什么替你耕田？为什么替你拉车来还债？过去生中欠的。不能不还，啊，甘心情愿还债。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走向机械化了，这些牛马都失业了。啊，中国内地还有一田，这个牛耕田的，外国没有了，全部机械化了。啊，那牛马怎么还债呢？牛都被杀了，啊，买牛肉了，你看多痛苦！啊，马也不拉车了。啊，古时候战争时候有骑兵，现在用机械化部队，骑兵没有了。啊，所以马很少，啊，像这个香港还有跑马的，那个马也是来还债的。善因善果，恶因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啊，下面说该喜心愿持名之法，心作心事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果觉因心，故得道解。为什么念佛成佛那么快？这里头有个道理，道理是什么？你本来是佛，你的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八个字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啊，用果觉做因心，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地方。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到果。那念佛呢？念佛是从果到果。啊，阿弥陀佛是果啊，我们念的是果啊。成就的是佛果，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
跟无量法门不同的地方，不能不知道。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断疑生信。啊，从此以后，一心一意，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佛不拘形式。你没有压力，出声念可以，默念也可以。啊，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也可以。啊，你看地老法师教的都方便，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心愿持名之法，心作心事，果觉因心，故得道尽。所以你成就那么快，又因为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根本啊，这又要让你增长信心。这个方法阿弥陀佛亲自传授的。设方如来教化众生秉承阿弥陀佛的大愿，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介绍，多次宣讲，啊，所以是以弥陀大愿为本。弥陀第十八愿就是念佛，一向专念，生念必生。所以最易下手，最易成就，故称易行法，号金中戒，金是小路，捷径，捷径当中的捷径，没有比这个更捷径了。最捷径的一条路，最不容易遇到，最难相信，但是他成功特别高，而且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